Écoute-moi, chérie. Écoute, chérie, je ne veux pas t'ennuyer avec ma jalousie. Mais je t'aime tant, tu sais. Et toi, tu m'aimes. 身为文艺的爱好者，你必须具备的有这三样东西：一只存储量较大的手机，能装万物的手提包包，当然也要穿应对的服饰吧。他是一名演员，一代宗师，也是一位传奇。巨星的陨落，人人痛惜，唯有在回忆里悼念你。我很佩服唐人街的文化，刻苦耐劳，勇于适应和改变，为的是要闯出一片新天地，为的是能够在异地里扎根，为的是要让世世代代能够有个家。一直以来，我都希望能够体验坐在旧上海的黄包车是什么样的感觉，就只差一名车夫。我的第一个愿望是要有很多的钱，第二个愿望要有更多的钱，第三个愿望呢，再有三个愿望。由陈辉崇和陈再凡共创的二十四节令鼓，现在是文化遗产之一，值得留念。人算不如天算，天算不如大算盘。一去九进一，六上一去九进一。我是姓林的啦，我的姓在哪里嘞？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、多元文化的国家，天然资源茂盛，还有很多值得学习及开拓眼界的事物。好吧，让我来教大家一些新的词汇吧。波椒、青菜、烧。还有一样绝对不能错过，那就是美食。天哪，你说我们怎么会不患上选择困难症呢？让我来学习一下上海美女的坐姿。哎，摄影师，帮我拍美一点啊。迷宫会不会很难走啊？哎呀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进去了才打算吧。迷宫啊迷宫，真的这样难吗？哇，怎么会有人站在这里的？哦，有惊无险，还好还好。
怎么我的心跳会如此的快速？是不是？如果没有你，日子怎么过？我的心。咦，怎么会有个人站在这里的？Minibus? I mean, that's a minibus. 哇，他的神情好像有一点怪怪的。Yes, it is a minibus. So? Well, my name is Daniel, and I'm a model agent. You look beautiful. Can I take a selfie with you, if you mind? 啊，原来就是一场美丽的误会。Yeah, sure.美丽的时刻虽然短暂，但曾经拥有就不枉然。在这里的短短回忆令我印象深刻，我会再来这个地方，说不定我还会遇见他呢。